年底最想赠送的礼物，最想收到的礼物就是 WomanCan， 给辛劳工作的丈夫是酵素丸，父亲的免疫力用脂多糖李泡泡，用 LMB 抚平妈妈脸上的皱纹，我用石榴浓缩颗粒克服更年期。购买单价75以上赠送维生素 C， 购买单价120以上赠送 L 钙，30元的折价加送丰盛礼物。 WomanCan